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金红台长师父。帮我看1970年属狗的，帮我看一下事业最近是不是有问题。70年属狗的是吧？对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啊，他投资了。是不是会出大问题？最近有人搞。会的，会的。他跟一个人合作的。会的。现在没有合作了。没有合作了，事情已经出来了。哎，对。想骗我？没有没有，不敢，师傅的怎么敢呢？你师傅，你看怎么处理这个事儿？因为这个牵扯。你女儿相信不相信菩萨啦？当然相信，我都放了20000多条鱼，念了两年多的经呢。就你自己啊？啊，我还带了很多人来，这次深圳的。是你啊？啊，我也叫了一些人来，叫了5个人过来，6个人，哦，7个人，7个人到新加坡来参加你的法会。那现在，你首先呢，台长教你一个化解的方法。嗯、第一呢、嗯，要跟原来那个人念解结咒。哎哎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这个、嗯、这个项目、这个投资或者这个经济上出的个问题啊，跟原来离开你那个人有关系。那个人虽然离开你了，还在做一些小动作。哎、就是做了小动作。就是做了小动作，就是做了小动作。台长厉害不啦？厉害，他做那个小动作很搞笑，其实实际上都过了很多年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嗯，我才不要听你什么小动作呢、嗯、你自己要知道了，这就叫恶缘没尽。那我应该要不要给他烧小房子，念小房子？除了念姐姐咒，念姐姐咒，小房子如果你愿意念，就给他念个15章啦、30章啦，都可以，好吧？嗯，那最近这个事儿能不能化疗？放疗。化疗，化解。化疗还放疗？化解化解。嗯，我们生癌症啊。嗯，记住了啊，这个事情你现在要念1180遍解结咒，化解这个冤结。好。第二，要跟菩萨许愿，要吃全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第三，你要自己要许愿啊，许愿，比方说你愿意放生要放多少啊，跟菩萨讲一个比较数大一点的，好吧？好，像这件事情放多少合适？一条。你好好放不就好了？不是，我要分嘛，我因为公司也在放，我自己也在放。你自己？我都平时放生，每个节气都在放。好，观音菩萨。那你现在我就讲给你听吧，先放2100条。OK 啊。好吧。OK 好。嗯。再看一下我的名字钟双宇，这个名字怎么样？叫什么？钟双宇，钟表的钟，一双两双双，导引的引。这个声纹过的名字。还可以、啊。在家里生的。名字还可以啊，名字你叫人家看过的呀。对的，是算过的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但是灵动性还没叫出来，拼命的叫灵动性就好了，好吗？好的。你这个人呢，前世做了很多功德，所以这辈子你的钱是不会没有的，一直源源不断会有的。但是你有了就会骗掉啦。啊，弄掉了就没有了、啊、对，你这个脑子嘛又不灵了，钱嘛又没有了，刚刚想难过了，钱又来了。对，经常遇到困难马上又来机会了。是这样子的。好好念心经啊。好的。你现在是享受你前世的福报。好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好的、啊、好了，看看我们家里的佛台，那个菩萨来过没有，还有公司的佛台。几年的啦？70年属狗的。
哦，难怪你有钱呢、啊。你这个人呐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过去在天上，在那个天财神边上干活的啦。哦，原来这样子的。啊，难怪了，人很傻，钱不断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难怪你，所以以后可能要拜拜自己的天财神啊。你很傻的，有的人主动来跟你，来跟你合作，就给你赚钱的。啊，都是，而且你遇到很多贵人啊，而且你赚的钱应该跟，比方说通讯啦、运输啦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啊，听得懂吧？跟天有接气的，啊，跟天接气的，跟地接气，搞房产嘛，就是跟地财神关系好的。对，啊，对。对，我们家有菩萨来过是吗？来过，来过。公司呢？天财神来过了。哦。还有观地菩萨来过。我还梦到你给我治过病呢。治过两次。对。对对对。傻的嘞，师傅怎么专门帮这种人治病的啦？弄两个稍微聪明点的人呢？哎呦，没那么笨。你要不再给我看一下身体，马上一下，最后一次。你看，就这种人，没办法，真的。最后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看一下我身体有没有病，要不要？身体有没有病啊？身体一点病都没有，就是脑子有点病。那脑子有病一样得给我治一下，看怎么治，知道有智慧就行了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七零年属狗的。嗯，真的，其他地方身体倒还可以，肠胃稍微有点不好。嗯，手蛮有劲儿的，啊，两个脚特别会走，到处去跑。要手有劲，要拿提钱的嘛。你说脑子有病了吧？对呀。妈，刚刚说他手有手。你看这种人，哎呀，没办法。好了，睡觉的时候啊，枕头稍微高一点点，你就没有其他，就怕你血压高，因为你血压有点高，听懂了吗？所以有时候头会稍微有点点胀痛。就是那个人把我搞气到血压高的，就是那个刚刚我问的那个人气的，把我气上去的。那你赶快跟他念姐姐咒呀。念了我血压就下来了嘛。你再这种态度，我以后不来给看你了。哦不，你要来看我，我态度好了，马上好了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感恩，我的感恩师傅，好好念经啊，好好。